歌手2024每一期的赛制是不一样的。原本前两轮都是张榜、揭榜、洗榜，随后补位歌手进来再张榜、揭榜、洗榜。但由于断眉的非议层出不穷，最终第六期的洗榜,榜赛变为冲榜赛。而第六期的冲榜赛也格外的好看，新来的盛文杰和袁娅维引发不少网友热议，给第六期节目增加了更多看点和热点。第六期节目也成为本季唯一一期冲榜赛。 随着冲榜赛的落幕，第三轮的三期比赛即将开始。第六期如之前依旧是涨榜赛，由于袁娅维的冲榜补入，所以第七期也就不再需要新的歌手补位。之前传言的谭维维和许茹芸补位都成浮云。第八期依旧是接榜赛，还是之前的接榜单里的歌手选择两位接榜，大概率只有一位接榜成功。 第九期抛开洗榜接棒，成为一榜赛。这一期播出的时间为七月五号，为了追忆国际华语巨星李玟而设置一榜赛。这一场也是李玟的专场，现场歌手会大合唱一首《想你的三百六十五天》。这一场由于一特殊，所以不设置淘汰。 然后进入到第四轮比赛，第十期将会有一个土榜赛，歌手韩红土榜也是为了之前韩红请战而设置的。韩红也只参加一期，具体竞演规则可能是 PK，也可能是参加在线排名。第十一期是争榜赛，应该和以往一样是突围，肯定会有歌手被淘汰。汪苏泷如果第十一期还在，可能在这一期会被淘汰。 黄轩同、佟丽肯定会在突围赛淘汰，然后剩下差不多四位歌手，也就是韩红、那英两位国际歌手，在第十二期竞演，最终第十二期是封神榜赛，选择其中一位成为今年的歌王。从以往的赛季节目来看，歌王也有可能给国际歌手，但更多的是诞生在国内歌手身上。 这一季由于孙楠是二度回归，并且回归了三期，成绩一直都不错，远超那英，台风稳健，所以孙楠在这一季拿到冠军的可能性更高。另外，冠军选人可能是凡希亚，这位小孩姐。小孩姐在节目中的成绩比香缇梦的成绩更高一些，整体看起来更具有竞争力。而那英由于这几期节目在每一次上台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紧张感，观众也很好，但成绩不够稳定，获得歌王的可能性较低。 后续也不会再有其他大咖歌手常驻参赛，所以这几歌网也很明显从四位中产生。你们认为哪一位的概率更高呢？